1:30，起床先吃个饭，肉末茄子。高斌一定要喝一下，再看一下下午有没有什么杂活干。茄子不要求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们两个。又找到活干了，美滋滋，花了2块钱，买了一双手套。后面是公交站，要自己坐车过去，去厂里面挑选不良品。这个活好干了。坐公交车来到了他给我发的这个位置，这边是一个工业区，像这种活一般人都不愿意干，因为干活的时间非常短啊，那工资也没有多少。像我最喜欢干这种活了，反正在床上躺着也是躺着，出来干个几个小时，又能挣个房费，还能挣个饭钱，美滋滋啊。戴上了手套，今天这个杂活就真的不好干，车间里面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，还有就是挑选那个产品，产品上面全是油啊，戴着手套，手套都变黑了。还有那个产品，一个产品大概有2斤重，然后就是拿来拿去，全部拿出来敲一遍，然后再装回去，这样干几个小时下来手都要酸了，所以我就不干了，直接跑路了。又让中介老板失望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到前面坐公交车回去吧。